我就要问回女生，那你呢？就是可能身高要有点高哦，太高了，这边身高还蛮高的吧？这边有，这边有接近200公分的，这位真的很高，这个可以吧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很高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要高也都可以啊。那这位有更高的吗？有更高的吗？有更高的，这边，你想你压谁？哇塞，哇！就是要这么高啊！你喜欢这么高哦？没有遇到过这么高的男生。小鸟依人，你好，小鸟依人，瞬间变小鸟依人呢？我现在立马变得很矮的感觉。哎呀，其实我算是有点意外啊，就是突然长那么高，对。好高，真的快200了吧？其实他没有啦，他穿高跟鞋啦，穿高跟鞋哦，他脱掉只有160，也太高了吧？太高了，够。然后呢？高就可以了，当然还要帅啊，帅 OK 了，三个都帅啊，三个都帅啊。好，黄乔欣，请。哎，对，因为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一试看，我个人觉得还蛮简单，它主要是训练你的腹部，健腹肌有效吗？把这个膝盖卡在这里，哇塞，好了，然后是，对，这样子，哇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这个角度也是属于摇滚区，哎呦，是摇滚区。反正小优换你坐，小优换你。小优，我可以，小优可以吗？不要小看我，小优坐的好棒，天哪，好棒，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坐好了，小优，没有，小优，很棒，很棒。你们不要这样子 ，OK， 小心，你要小心，可以，哦，哎呦，哇塞，看可能慢一点，但动作慢一点，这是新的迪士尼电影，对不对？泰山，什么泰山？你才可以塞的，小优可以耶，我可以啊，小优蛮厉害的。那可以，就这个呢，差不多，你就一次大概来个10下、15下这样，做个几个轮回，然后你这边就会觉得哇，紧紧的。好了，很棒。好，要换人做吗？请问这一 round 小优有没有回？有没有来一票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加分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放下，还没有吗？沉淀，还没有，都没有，没有。脚要不要换个动作？还是我倒过来？脚要不要？哇，我是个努力整，一定要给一下，赶快改！气死我了！快点改！我们接着看下去。你要说什么？不是，但我觉得小优今天的发质比你好很多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超毛的！哎，你超毛的，你也拿了，锁骨也拿了，给我发质不行。我们问专业的来，魏颖老师是不是他的发质？他头发应该是怎么了？自然卷哦，对，所以他会是烫坏了。没有，没烫，他没有烫，他都是自己绕卷。好毛哦，这个角度超精彩，后面真的假的？但我要讲他的卷度很长，都会放在下面，会看起来比较老气。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吗？哦，你年轻20岁。那个头发，其实我有点吓，好为难哦。突然，我是看到后面惊讶，慌张了一下。就是其实头发够蓬松的话，其实看起来会比实际年龄年轻大概5岁。但可是自己又很难给它蓬松啊，像我用电棒，我也不可能可以夹到就是这么。其实电棒也可以啊，还有就是靠一些外来的产品，像蓬蓬水啊、蓬蓬粉啊、干洗发都可以让头发变蓬松。对，但是你的脸型其实有松度的话，看起来会，怎么了？它可以修饰所有脸的平衡。你看它现在如果两侧跟顶部做出来，哎，老师小心，是不是？怎么了啦？等一下，刚被他这里没有啦，我在。你为什么有一个疤在这里？我前一天自己用电棒烤到了，哇，这里好痛哦，就是如果顶部真的是有高度的话，它可以修饰，比如说像是。颧骨啊，或是额头宽，或是圆圆脸，但你的脸型比较长脸，然后我觉得建议在这个地方做一点卷度。对，那我可以介绍几个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蓬蓬水的产品，像这一瓶的话，它就是喷雾型的，然后它比较干，然后它其实在做的时候就是。你哇，好方便哦！干洗对啊，好方便的，很怕很难洗。对，它其实喷完之后，你一拨它，其实松度就出来，味道就过来了。对，而且它很香。你看它的顶部有，然后两侧是有宽度的时候，其实是塌发
法救星哎，真的。可是还是要洗头吧？要洗啊，应该还是洗掉。对，但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啊，其实很多品牌的蓬蓬水都做得非常的好。嗯哼。然后我觉得其实要选择，其实是在选择商品有没有适合你自己的商品。那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典的这一支商品，为什么？它的是除了海洋味道，然后它很清新，所以在夏天我觉得非常适合。然后它又是雾状的，对，风吹之后直接用梳子一吹，它就立刻变蓬松了。哦，明白，不错哎。像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啊，她每一次出去约会，就是跟大家出去，她联谊，她是永远都是拿第一名。然后因为她就是她刘海很高的，没有没有，她就是留长发。然后我觉得她在跟人在交谈的时候，她三不五时他就是会拨弄他自己的头发。我看到钟女生很喜欢用头发拨来拨去，拨来拨去。一般女生拨头发你会怎么拨？通常的话就会这样子啦。没有错，如果要厉害一点，就要反手拨。反手拨，反手这样吗？反手，对，这样拨。这样子有比较美吗？这样比较美。有，再一次甜美了起来。反手拨，而且在拨头发的时候啊，要画一个圆圈。就是你画圆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高角度。就是邱淑贞常常做的那个，对，就是直接画一个。瑶瑶，你对一号，一号，然后你要拨一下，一号摄影师很好笑，还不错哎，好像有加分，还不错哎，这个加分不是手掌指尖，好不好？可以双画，什么意思？要双语，有一点太多了，搞动作。他除了就是圆形划分这个刘海之后，它就是到一半的时候，它会突然间自己拿橡皮筋绑一个高马尾，这个很重要，然后引起大家的注意。那我现在把裙子，他在询问度超高。我发现这整集现在最萌是小优，对啊，因为没有票。我发现录到这个阶段，我们要请的不是小优，是他那个朋友，对对对，不对？很厉害，然后请他吗？介绍一下，录到一半换人。好。老师，我要很不经意的这样绑起来，这样就会。你橡皮筋要咬的啊，表情很重要。老师刚刚说，你不要弹到自己哦。我觉得咬不美，真的，感觉像蛀牙哎，不美。就这么小，对不对？好用力绑起来，其实蛮漂亮。因为我绑一个嘛，而且会不经意露。我觉得你今天绑会比较小优，对，蛮漂亮，蛮漂亮的，其实蛮好的。你今天绑的更好看，跟你绑，而且漂亮，而且脸型也好看。可是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！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！哇，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。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。所以哦。